國際九D音樂道德經啊，九D MMG 呢一個環，即係呢一個媒體啦，係好緊要，因為係真係喺一個新科技之餘咧，係可以幫助人嘅。點解咧？因為佢啲音樂咧，我唔講遊戲先啦，因為我又未接觸到佢遊戲。但我首先咧，科技係絕對咧係一路進步嘅。佢哋咧就係樣嘢都係啱啱開始俾大家接觸好新嘅科技啦。咁啊之餘咧，亦都可以咧治療方法係有點解咧？如果你聽佢哋九啲音樂道德經咧，係真係幫你舒緩翻你嘅感受啊！如果你有啲咩真嘅喎，我一定要送一隻俾你啊！是我自己都是天主教，但我發覺呢中國的文化呢是不到你不信的。中國文化或者中國人呢是沒有分天主教啊、猶太啊或者回教啊。講回他的文化先，他那些道德經呢是有他那個治療的方法的。你說的磁力啊又好，或者世界那個感覺咧，佢係唔知點解係有佢嘅幫助，咁加埋咧佢個混音嗰個方式咧，係真係好獨特啊！因為可能佢走個方位咧，加埋佢嘅經文啦，咁佢嘅喺我嚟講咧，個經文可能係哆瑞咪咁嘅音符嘅，咁咧我一聽我覺得咧係事實上咧係可以將你嘅感受啊或者你嘅感覺咧舒緩嘅，所以唔好話吸引啦，我自己都要話俾大家聽有咩好嘢，大家 share 啊嘛，啱唔啱？